麦寮乡新竹社区的居民用心营造社区环境，社区的金木园会当看到真多动物造型的纸张艺术，这也是民众翕相的好所在。也阁有阿伯寮甲生态池等各项环境的营造，是予社区看起来整体是非常有特色。尤其真难得的是，这个物件拢是社区居民共同创作的结果，目的就是要来打造一个上水的社区。麦寮乡新竹社区这几年用心经营环境，社区道路两边有真侪景点，会当予游客翕相留念。做个凉啊，环境水，大家看了舒服啊，啊舒服，大家嘛啊拢着爱来啊，哦，啊这怎啊来啊？大家有协作啊，大家来整理社区，拢就水起来，就好看起来啊。这座社区的公园号作金木园。原本是地主饲鸭的所在，提供予社区免费使用。在社区居民用心营造之下，今麦金木园内底有真侪动物造型的纸张艺术创作，成为地方真有特色的所在。这社区要规划时是大家村民拢爱合作落来做啦，哦，啊，着草啦、芳草啦、啊沙水草啦，哦，这维护拢家己着爱看时间上，家己切出来做安尼啦。利用礼拜拜六安尼，啊，平常都大家咧上班，啊，无啊多，啊，都利用礼拜拜六才出来做安尼啦。新竹社区金木园的造景甲休困的所在，拢是经过真侪年的时间，由社区居民一项一项捐赠出来，也是亲手所做的。嘛，有新竹社区每一年拢咧变化，每一年拢有新的风貌。下午的话，看夕阳会更美，因为它有池嘛。只有天空，夕阳下山，应该会还不错啦。而且场地又很宽，整理的又很干净。我一进来我就想说，啊，你们这社区这样整理是不是第一名啊？因为它这个都有在比赛啊，很漂亮。它这个荷花池啊，还有这环境，我觉得是散步啊，假日啊，黄昏的时候大家散步，很好的。以上这个社区的营造过程，阮村民社区的志工义工跩干部，大家足辛苦，伫咧拍拼经营咱的故乡、咱的社区，让这个社区更加水、更加美丽，让外庄头的人、其他附近的人，也当来遮行行，提供一个休闲去处。走入新竹社区，也当看到阿母寮生态池，甲真侪壁面彩绘、甲纸张艺术创作。未来社区也会提供予艺术家放大型的装置艺术，让大家会当更加期待新竹社区的变化。记者林建宏采访报道。